上次玩游戏不成功，这次我们来玩一个方块集锦吧。只要我们能在岩浆来临的时候活下去，就可以赢了。岩浆怎么说来就来了呀？可把我吓坏了。那可不。哎，是谁？谁打我呀？欺人太甚！哥哥是谁？不是我，也不是我，更不可能是我。哦吼！你们好啊，这群小崽子，看我待会怎么收拾你们！哎，方块来了，赶紧挤上去，让我也沾一点。嗯，大西瓜，你推我，我记住你了，果然是个不省心的大面包。哎，草莓，你也打我。哦吼！岩浆要来了，让我上去，让我上去。过分！哎，这什么小技巧？可以把方块上面的玩家打下去。嘿嘿，有了，看我下一盘崛起，终于来了，这一回应该是我的主场了。先躲避他们的攻击，等石头出来了之后就跳上去，第一局完美胜利。接下来是第二局，不错不错，一起粘上去了，然后一圈儿下去吧你，哈哈，这下获得胜利的是我了吧？还剩下最后一个，啊，别打别打，疼！哦吼，算了，我们还是和平共处吧。你以为我真的会和你和平共处吗？你也下去吧。客气客气，各位看官，感谢捧场哈，欢迎下次再来看我们一起玩游戏。